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的、开心的、享受的，然后欢呼的，请到跟我的好朋友梁静茹小姐一起来拍这个 MV， 合唱这首歌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 Fish。也只有你懂的秘密。15年来，然后跟好多好多的很棒的、最棒的音乐人合作，然后但这次呢，跟天后静茹合作，觉得特别的意义很不一样。请拍我们的脚，你看我要穿多高才能跟她，才能跟这位小姐？可以这样，不用不用，没有小到需要我的。唱正前方，要这样慷慨激昂的时候，静茹就这样，对，好激眼，对我，我不停的，等一下换过来拍他做回流，看还能他就多熟你，就是这样。好啊，我们这首歌就要走搞笑路线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看你就灿烂的笑开怀，然后那个服装那个就剪进去，对不对？我帮他哎、因为相似的机遇，有说不。我也想要在这边特别要就是谢谢静茹，说你在我非常急迫的时候给了我非常及时的友情跟帮助。尤其是我当了妈妈之后，当然我在怀孕的这段期间，我们突然变得我突然变得好需要你，然后那种需要是我没有讲出来，可是你一直在，突然间会像天使一样，然后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，真的。我知道那个过程啊，应该是说，因为一样就是先休息嘛，然后生完小孩又要开始转那个工作，然后生活上面的安排各种压力都很大，所以他遇到什么状况我都经历过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哭，没有，就很珍惜吧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发现我们刚刚一唱歌就变回少女的感觉，心情主要也是这个回到音乐的状态里面，又年轻。我们一定要一直保持这种少女情怀，千万不要退出，退出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是真的，有妈妈的感觉，但是不可以那个，不可以忘记唱歌的那个少女情怀。女儿大收工，准备回家。你慢慢拍吧，爸。我不要慢慢拍，你慢慢拍吧。不可以走，不可以走。而且我过两天要去滑雪，立刻这边要帮我弄火焰。我要去度假了 ，Merry Christmas。然后这个要发片了，累死了，你加油吧你。好。Bye bye. 我会加油，但是 thank you， no Q， 很开心。